Hello，所以我刚睡醒，现在还在清醒当中。然后今天是母亲节，It's Mother's Day today，so 我现在要化个妆，然后对我今天就是化个妆。啊，很好笑，因为我要把电话放在这个上面。我昨天在看那个 yearbook 学校的，因为我上个 video 我有用这两个 lotion，就只是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不太用很多 lotion， 然后我会用，我比较喜欢用这种，就是这个是我在澳洲买的，我在 Woolworths 或是你可以在 pharmacy 那边买得到，因为这个是因为我的皮肤很 sensitive 很敏感，所以如果用太 rich 太浓的 lotion 的话，会容易红，会很敏感，会很痒，所以我会比较喜欢用这种的。Anyways， 我们现在来化妆吧。所以我刚刚已经擦了乳液。我化妆我都乱化，所以就我都没有那种 like step by step process， 所以我会用那个这个 Naked Palette， 然后我都喜欢先用这两种颜色，这种颜色就是比较 light。我真的都随便化妆，不是那种很会化妆的一个人。然后我现在我看起来超想睡觉，因为我刚睡醒，就很好笑。然后我会再拿那个，我会有一点，我会先开始用灰灰的 password 这个。这个颜色跟混这个咖啡色的 whisky， 就是两个大概 tap 一下就好了。Why am I teaching you guys how to do makeup? Like my makeup sucks. 喜欢那个我喜欢拿这种。亮亮的，就是刚那个亮亮的那颜色，我想放在这个下眼线这里，所以可以把你整个眼睛放大，然后打亮。我是这么觉得，可是就是感觉上吧，稍微画一下下面这边。一点点就好了。然后拿那个咖啡色，因为我之前那个 eyebrow pen 用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用那个 shadow 来画一下你的 eyebrows。有时候会画那个 eyeliner， 有时候不会。那有时候我稍微比较懒的时候呢，我也会拿一样的这个 brush， 然后我会蘸那个 dark brown 的颜色。你知道，其实你不想画 eyeliner， 你就其实就这样子，就是差不多用那个 shadow 这样画，就是稍微画一下就也有那种 effects。画 eyeliner， 你就其实就这样子，就是差不多用那个 shadow 这样画，就是。对，画的差不多了之后，这样。concealer stick， no， creamy concealer， 然后我会就是，其实我很不喜欢画整个脸的 concealer， 因为我觉得感觉脸会太厚，所以我喜欢就是盖眼睛这边而已，因为我很常有那种黑眼圈，很像那种 panda， I want to look like a panda。哦，有时候我去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不化妆，因为有时候我就一节课，所以我就不化妆，我戴眼镜去，然后呢，我上课时候把眼镜拿掉，然后
同学就跟我说 Why you look so tired today? Like, 你今天看起来好累。然后我说没有，这就是我的长相，这就是我的脸，因为我今天没化妆。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其实这样就好了，差不多画好了。然后我平常会画个口红或者画个唇，可是我今天没有那么想画，可能我等下擦个护唇膏就好了。